欢迎颁奖人郑秀文。是的 ，Sammy 郑秀文，歌手及演员郑秀文，是难得的全方位艺人。多年来，在各个演艺奖项都交出亮眼成绩，可谓演歌双栖的成功模范。不急不急，慢慢来啊。Sammy 想要问一下，因为接下来你要颁发是最佳女主角奖啊，那你本身也是最佳女主角嘛啊，所以你觉得要成为一名最佳女主角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？我觉得必须要有勇气去尝试不同的角色，然后也要为每一个角色有这个付出的决心。OK， 这样子听下来，我觉得今年入围的五位应该都很有勇气耶。首先就是有其中两位哦，他们在这部戏里面呢 是算是母女情深，是你的世界我们懂，但是没有想到来到今天就变成母女相斗哈、哦，只有一位能够上台。是、哦，另外三位入围者呢，他们的角色都颠覆以往，像是刚刚也上台的刘子炫，在《零探》饰演三八的遗体化妆师啦，郑慧玉啊。阿姐娘娘在《黑天使》饰演这个性格冷血黑暗的律师。那么林慧玲在《零一》里面一人分饰两个角色，还要演六种不同的人格，还要睡在这个垃圾槽里面，辛苦了哈。我跟你讲，你们这些女艺人都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你知道？包括你，包括你，你们就是太漂亮了，所以一直要找各种不同角色来证明自己。像我啊，往那里一站。就知道是靠实力的，哎，这个是肯定啊，不对不对，实力与美貌兼具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当然啊，那 Sammy 就有劳您了哈，来颁发，请开奖，最佳女主角奖得奖者是红星大奖2023最佳女主角黄碧然，你的世界我们懂。恭喜黄碧然蝉联了我们的视后。哇，在你的世界我们懂呢，他是演一个为这个特需而倾心费力的母亲角色哦，恭喜，对，非常叫人心疼。那当然这也是碧然姐，哎，来来来，可以上台，可以上来，对对对对对，恭喜，掌声恭喜，恭喜恭喜恭喜，黄碧然得到最佳女主角，她有点无法置信、哦、无法相信，对，无法相信啊、哦，是她第五座哦，所以肯定。实力坚强，好，我们请 Sammy 来颁这个奖项给他。恭喜，两位都是女神级的人物，非常荣耀的一刻。好，把时间交给碧然姐来发表得奖的感言哈。好，我们慢慢来哈。没事。好好好。听到了，感受到了，谢谢。谢谢郑秀文小姐，你好漂亮。还有，真的非常感动，非常感恩，谢谢公司，谢谢老板一直以来的厚爱和信任，谢谢评委，谢谢监制张龙敏先生，还有故事人刘清鹏先生，在创作《你的世界我们懂》的时候，脑海里面有我。这个奖呢，我要和我的制作团队，还有参与这部戏的演员们一起分享，尤其是郑家的成员，爸爸郑坚强，不知道你在哪里啊、哦？还有我的三个宝贝孩子，郑天熙、郑天伟，还有郑天才。因为我们走心的互动感动了大家，感动了评委，所以今晚上我才有这个机会上台来领这个大奖，所以这个奖肯定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我们的。还有我要借用这个奖跟特需人士们还有他们的家人，尤其是他们的爸爸妈妈说一声，你的世界我们懂。如果还有人不懂的话，请上网收看《你的世界我们懂》。 Your world and mine,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。好，这个经典的姿势哈就出现。恭喜。好，恭喜碧然姐。谢谢。